来人呐、啊！就给抓起来！哎，免叫啦！你的警卫兵哦，甲原来所有人马，拢叫顾家伯仔囝调走啊，无人会来救你啊！哦，顾家伯仔囝，无可能！恁对因这么好，因无可能反背我。这个因叫恁顺管，就是甲参详好势，要甲你调出京城杀死。是你家己想过无路用，才会中着因的奸计。来人呐、啊！紧护驾！来人啊，护驾！你这个位嘛坐伤过久啊，应该和顾家伯囝去算算的。啊，那你得乖乖啊休息啊。来人护驾！来人护驾！来人啊！来人护驾！你哦，乖乖安尼啊，死啦！卡上我。甲阮某藏伫倒，去甲人交出来。你唔通搁即摆面盲啊啦！大阵哦，马上就是我的家后啊！你即摆就陪这个死老狗做伙死啦！白袍少将，慢车，你别个对啊，卡塞文，假装我的某，我得要去摇伊，将阮某救出来。卖个对啊啦，你对着伊哦，你嘛袂当活。你唔通袂记的，卡塞文哦是西凉的国王呢，对着西凉啊，伊会派伊的兵马来围杀你。就算讲你较有本领，凭你一个人，你嘛无法度救你的家后，你家己哦嘛是死路一条啊。皇上，我无第二路通好行，干那靠我家己尔啦。嘿，免烦恼，定会甲你斗三工。皇上，玉川，等这久拢无消息，我看有问题哦。阿弟啊，你放心啦，过今晚以后，大同的天下就拢是咱的啊。哎，上面着急啦，暂且就有消息啦，先坐咧休困啦，好。公主，你过了袂歹哦。卡塞文，你安尼是啥意思？你有甲皇上抬死？你到底有甲抬死？啊？差一步就会当甲抬死，也毋过谢明贵破坏我的代志。是啊，我的仔也出代志，我的仔也出代志。别算，咱赶紧回去，看有法度通过骗过皇上无？好，你若要去丧事，我袂甲你阻挡。
你讲这话什么意思？感觉皇上知我要杀伊。伊当然知影，是我甲伊讲的。你唔通生气，我答应你的代志，一定做会到。若不是谢明贵，高兄你即摆已经得着皇位啊！莫相信伊，郭碧顺，你紧带我去见明贵。伊拄救过皇上，应该会当救皇上，放过恁爸阿囝。你紧带我来去，紧带我来去。郭平说完，无论啥物人替恁求情，恁的皇上是一定爱恁的命的啦。照即摆情形来看，恁两位上好是甲回去迎宾馆好好休困一下，咱应该慢慢仔参详。毕竟我阁答应你，予恁做帝堂的皇帝。平说，事到如今嘛只好安尼做啊。郭平说，你若相信伊，你一定会后悔，你一定会后悔啦。我带你来去。郭碧顺，公主，请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所有兵马拢已经布置好啊。好，你先落去。是。启奏皇上，所有兵马拢已经加强防守甲戒备。就算卡西门要拍，伊嘛无可能拍你吧？好，朕相信你的话。这届若不是有你，朕就逃不过高家爸仔毒手，这是天意啊！朕以后一切拢要我靠你啊！啊，这皇上，我刚才伫新门爷回头馆内底煮过饭尔，啊，其他的，那是高家爸仔要害你的啦。也若无，朕早就重用你啊！朕只是下旨。要找梦中的白袍小将，郭平川跳江咧骗你，把你藏伫个火头军内底，伊利用你的立功，才来顶你面头前抢你的功劳啦。谢明贵，较早你立了不少的功劳，朕相信你，朕回京了后一定会重用你的。真去惊啥？是啊。皇上，啊，不过即马公主去互卡什文掠去，我明阿你就转去啊。谢明贵。朕听你所讲的，柯世文是咧甲你抢大臣公主。柯世文暂时袂去伤害伊啦，恁身边的兵力嘛无法度来攻西凉，所以你甲朕先转去京城。等朕安排好势，朕会互你领军攻入西凉，救出大臣。皇上，安尼会耽误遮侪时间呢？谢明贵，凡是会当做大代志的人，一定要有过人的智慧甲耐力。你只要对伫朕的身躯边好好磨练。你将来的成就是不可限量啊！是，谢明贵遵旨。柯世文，你干哪？来人啊，紧给放开！不准伤害公主！公主，柯世文，你干哪来？你无资格会当坐这个王位。公主，你一路回来一定真辛苦啊！吼，也是请公主回去寝宫休困啊。你免伫遐假好心吗？你会害阮父王，你嘛赶快会害我。你若要害，上好今晚就抬，那无你一定后悔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公主啊，公主，我看你真正是伤过忝啊！我一定要找一个人好好甲你哄抬才行。来人啊，将人家带过来！给我放开！给我放开！你给我放开！公主，阿公，阿公，公主，公主，看到亲人，心内一定真欢喜。也不过，你若不听我的话，你搁乌白来，我就要将你打死啊！你个，也不过，你若要听我的话，我就袂睇。假使你若不听我的话，要乌白来，伊只有死路一条。我唔是咧吓惊你。无什么代志，我唔敢做。
来人呐，将伊传给遐鬼啦！去，公主。郭太尉、郭兄，恁两个去迎宾馆休困啦。多谢。是，请。稍等呢，恁两个爱搞较规矩啊！什么人若敢伤空伤方，我就将伊杀死。公主，你吃一寡物件啦。公主，公主，公主，即马大家心情拢真歹，若真正死啊，咱就毋免阁受即种痛苦啊。也毋过你也知影，你的身上也阁有真大的责任伫的。阿哥，我已经忍受袂住，我已经忍受袂住啊。阿哥，我连我家己都无法度顾啊，我阁会当创啥？你哪会使讲即种话？你是咱世良唯一的继承人，假使你若要替恁父王报仇，夺回王位，你都要好好啊活掉的。安尼，所有效忠大都家的人，才会有希望啊！阿妈，一只，来，一只，一只，一只，哎呦，哎呦，一只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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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狗的，哦，阿妈走袂去，阿妈走袂去啊，叫阿公甲你算，哈。阿公啊，你这个阿公嘛，小出来者，老爷，哦，你孙狗给你，我无法度啊，哦，足忝的，呀咿呀咿呀咿哦。今日这细汉的，敢那足欢喜的吼！系啊，看到这两个囡仔这么欢喜，咱做大人的嘛足欢喜的。也毋过，若想到因阿爹阿娘，心肝都足艰苦。唔知阿公主甲明贵，因即摆安怎？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宣王文立时进谏，不得有误。钦此。下旨。罪臣王文叩见皇上。王文啊，你敢知影你家己该当何罪啊？皇上，罪臣不知身犯何罪，所以毋知该当何罪。王文，你敢会记得殿殿来逼恁去查应邦先生白袍小将无？皇上，我已经尽力去找，四界拢找无。假使皇上也是为了这件代志来咧怪罪我，会安尼我不服的。别人我应该卖处罚，也毋过你实在不应该。伫要找应邦先生，都是你的囝婿啊。萧明贵的模样，甲丁梦中所看到完全同款。而且，即届伫咧边境，伊唔呐救丁一命，而且佫送丁倒来京城。王文，丁无认唔着啊！丁总算是找到应梦先生啦。萧明贵。靠近皇上，明心，谢皇上，严禁将恁丈人把扶起来。阿爹，皇上，你是不是认唔到人啊？谢明贵的模样，甲丁在梦中所看到完全同款，而且这届伫咧边境。伊唔呐救丁一命，而且佫送丁倒来京城。王文，丁无认唔着啦。
洪文，你的囝仔立了大功，真封伊为征西大将军啊！啊，那你，朕总算知影你一片的忠心啊！朕即马决定封你为宰相，而且将你的家产拢都害你，安尼你会用得放心吗？吼！臣叩谢皇上，叩谢皇上。干嘛嘞？干嘛嘞？就打嘛！好啊，现在差不多啦，啊，物件摕过来，你边哦，遮。阿弟，你一个人徛到哪里啊？无啦，去跟恁姐夫斗三工。好。姐夫，我来跟恁斗三工。来。我准备来啦。别紧啦。好。阿弟，物件干哪呢？鸟。对啊，我也无啥济物件。好，你有甲介绍呢？唔是我咧操作哦。我厝内底哦，我今日我内裤，凊彩包包嘛比这较大包，人家拜托的，你今日一个尻川尔，爱你做内裤创啥啦你？好，我今日一个尻川尔，我爱做内裤创啥？你去得着啦。好，我这个无法讲嘞，你想要偷摕我内裤，你叫是我唔知，我未介绍。我偷摕你内裤。等一下，赶紧摕。我哎，哇，讲话有够大声，有影我。上面有讲。用土灶哦，好啦，好啦，好啊，今日物件看看啦。你今日哦，爱我送一个好无？你要送啥？你等下听菜，你听我。来啊！什么代志？哎呦，啊，提起将军刀，走，进去。是。送送送送送！阿爹，你得送。我送啊，你唔知我等一个人等偌久哦。我也是不敢，不过人总是爱过更好的日子，敢是？你要跟我斗阵，请阿娘甲公妈无？心我对阿娘的感情，并无表示我已经原谅你啊。阿姊，你到底是有多大劲呢？大大大！
皇上，你要把这个做好哩哦，你敢有惊唔着啊？哈？啊有啊！你无看明贵手是请什么神？是啦，志平，莫别乱讲。好。阿娘，咱今晚要入大门啦。够气派的，比阮老公大。嘿，我爱你好，无以后等你出来，你来拍无，我甲你讲。大英啊，拜香炉。咱已经搬入来一间新厝啊！这间厝比咱以前住的迄间古厝加足宽、足水、足新，嘛真清幽。阿娘，以后你就住伫遮了。阿娘实在无迄个福气。阮厝内底上艰苦的时阵，阿娘都爱甲我这个后生请养大汉。细汉的时阵，我有答应阿娘，后摆我大汉，我要做大官，要予伊大上大金、上水的厝，搁要予伊几落十个查某囡放在伊。即马。我拢做会到，严哥，阿娘一定无滴。伫故乡，我两个相亲的查某，即嘛敢若剩一个。阿娘，你会给阿公白菜？伊伫咧西凉，伊有娶某，嘛有生两个囝，伊根本就将你放袂记的啊！阿娘，我无骗你，我无讲白话，我唔对，伫西凉我有娶某，有生囝，啊，不过，迄拢是误会来造成的，我是顾不得种的，我照做。我哪有把你放袂记？哪有把厝内底等我遐尼侪年的家后放袂记？我就叫你讲公事。
这边你看看，哦，这花囝仔水哦，水哦，好水！你看看这，哈哈，牛啦，牛，一斤包的就是我牛啦。你坐在我眠床创啥？什么你的眠床？这是我的房间，我的眠床。你的房间？对啊。站住！你做啥？我创啥？这是我的啦。你给我进来！别进！我别进！别进！你别进！你给我过去！这是我新建的，新建新家，我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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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喂喂喂喂喂！快，这边坐，快！你敢放屁？这是我的房间，你敢放屁？你，哎，笑！我不会住在这家。是安怎？是安怎？你不会住这？我不介意。你倒伊不介意，我叫人来改。你讲啊，宝钗，啊，这间房间你倒伊不介意，我随叫人来改，改到你满意为止。啊，无你两个大大讲，我先出来去哈。阿娘，宝钗，宝钗，咱大家成亲的时阵，我捌甲你讲过，我这世人上大的愿望，都是给我的某囝大礼拜只看一出，敢会记得？迄年，我计是你过生的时阵。我亲手为你做梦，我搁用茶几做一间大厝，想要烧乎你。我就是无法度将答应你的代志放袂去，我就是希望我答应你的代志拢做到。宝钗，即卖我已经做官，已经有厝啊，住你才好，和咱两个重新开始，好无？宝钗，林贵，你也无需要搁再艰苦。你较忍耐一下，我相信过一段时间，伊会原谅你。玉玲玲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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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阿娘，水温已经去啊，两位会使入去内底休困啦。阿娘，哎，大家来得济啦，大家来得济，来来来，走走，好，走走。你看啦，拢是你哈慢着，我若无法度卡啊，伊俩才去上路，我就和你说。你是咧讲啥？吉吉。
恁两个会影讲话啊啦！啊，今日好日子呢，讲唔讲话就无意思啊！我昨晚变个来啊！阿娘，王大人，老大人，啊，真歹势，我予你半价来付上。那王大人，你客气啊，下瓜来滴，叫王大人唔好生气啊。哦，无咯，老大人，以后需要你帮忙的所在还佫真侪，老大人，吃。大姐，阿娘你看，我提鸡蛋来。要给他气死了！哎，变啦变啦，拢气坏啊啦！你，老大你，歹势啦，拢是超工的啦！我是外地，都是你啦！外地啊啦！啊，歹势，歹势，哦，就歹势，就歹势。阿姑，阿娘，你怪啦！老大你，歹势。王大人啊，你的囝婿真正是一个人才，今嘛皇上阁真看重伊，敢会用来替我介绍一下？是。啊，是王大人另外要邀请罢官的时阵，才来好好向大家介绍你一个囝婿啊。老大人，我坦白讲，那以前明贵是我的囝婿，也毋过我就无认伊。啊，今嘛是毋是我的囝婿，全由我的查某囝宝钗做决定。哦，是是是是。王大人，咱内底讲，内底讲啦，哈，来来来，请请请。听好啊！今日是我阿爹生我做宰相，我要风风光光对伊家庆祝。你去参加？是。你去提贺礼出来。是。什么代志啊？诶。啊！啊，这么多人啊！啊，是不是我阿爹派你来接外啊？阮是孔子，来朝太君逆臣高太尉的家。啥？你抄家啊？无唔对，你袂用个走，拢给我抓起来。慢走。我是抄家啦，我是盗贼啦。我管你盗贼还是主本的，抓起来。慢走。多谢多谢，多谢各位，多谢各位，来，请请请，多谢多谢，顺行哈，多谢多谢多谢，多谢各位，多谢各位，多谢多谢，顺行，阿爹，爹，舅舅啦，我甲你介绍我，阿爹，这是我阿爹啦，我真正阿爹哦，舅，我甲你讲哦，真正甲你关起来就是伊啦，啊，大将军啊。你大量有大量过去的代志，唔通囥个心肝来哈？袂啦，袂啦，迄种过去的代志，咱就莫阁讲了。啊，坐坐坐，来来坐啦坐啦。坐啦。啊，多谢多谢。哎，大将军啊，听讲你一直对志平真好，在下感激不尽啊。老大人，莫遐客气啊。志平，下摆你都要好好对谢将军，绝对袂用个离开，甲谢将军好好学习，知影无？阿爹，你放心。以后我会甲机关咧缀条条，缀你头啊缀。啊，歹势，唔是甲你讲话啦，啊是甲伊啦。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宝钗。宝钗。啊，大姐。宝钗，来。宝钗。大姐有几句话，一定要对你讲。其实，查甫人有三妻四妾，嘛毋是啥物了不起的代志啊。但毋过，有就是查甫人，一世人敢若娶一个某尔。我知影，我知影你对明贵娶大臣公主，心肝内无爽快。也毋过，你是大宝，伊是细姨啊。若是大姐夫，
搁要娶一个某，大姐你敢会同意？每一个人的命运无同款，所遭遇的代志嘛无同款啊。有真侪代志，唔是你料想会到，敢会使控制？杨哥，你所遭遇的代志，既然已经发生啊，你就要勇敢面对啊。这个讲啊，大姐，你莫想遐多啦。我敢若希望讲咱三个姊妹啊，拢会当平安快乐，安尼就好啊。无才。谁人要掠阮查某囝？王大人，卑职是奉皇上的圣旨去抄高太尉的家，皇上下旨，高家全家一个拢袂晓放伊走。卑职唔敢违抗圣旨，请王大人原谅。阿爹救我啦！阿娘，国王金钗，紧点我来去。阿公，我唔识讲，我唔识讲，我是红，我是红啦，叫你阿爹，我是红啦。这是我小妹，宝钗，啊，这我阿姊吼，叫金钗啦，不是我，不是我阿哥家的代事，跟我无关系，我姓王啊，对不对？我姓王啦。金平，来，咱进来等。我阿妹等。嘘，可细声的啦，咱进来等啊。我阿妹等去，你不是叫我把这屋地条条？哎呀，你想要找死啊？王家若是无要让伊抓人，就是违抗圣旨，这是要抬头的呢，进来走啦。我阿妹等去。你，好，你若想要死哦，你就做你老落来。王大人，下我过世。阿爹，王大人得罪啊，国王金钗，跟我行。哎，将军，将军，哪里？有话好好讲啦，有话好好讲啦。你即摆是大将军，救我啦，紧救我啦，好不好？我救你。将军啊，老爷啊，紧啊，你紧救我啦，老爷，老爷。我讲啦，咱叫邓东升要叫国兵帅。阿爹，你哪里讲啦？代志甲转电话，我有啥物办法？你免个无管啦！阿爹，皇上的旨意，我要当违抗的。将军，请你做王银钗查查。阿爹，老爷，多谢王大人。大人呢？阿道，是。银钗，阿爹，救我！银钗，银钗。平贵啊，你拄只讲啥？继续讲啊！皇上，王英才，伊虽然嫁予高碧酸为妻，也毋过，伊两个翁仔某的感情无好，早就敢若找回人同款。高家因爸家阴谋，伊一定拢毋知影，所以微臣大大恳求皇上，会当饶恕王英才。这。啊，好啊！启奏皇上，宰相王文求见皇上。传，奴婢遵旨。皇上有旨，传王文觐见。阿爹，臣王文叩见皇上。啊，好啊，好啊啦！明贵拄只已经替王英才求情啊。你啥拢免讲啊！皇上，你既然甲全部拢知影，臣也是要要求皇上饶恕阮查某囝一条性命。这嘛，王庆，王庆，皇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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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救太医！救太医！起来，起来！皇兄，
皇兄，皇兄。